们这一代挫折接踵来，是一个神圣大时代。历经多少阻碍，总能拔头抬，时代考验着我们这一代。在人生中莫怕失败，看我们伟大精神，一生大怀万难排开，与国家兴亡同在，只个人死生不忘，创造光荣这一代。为了下一代，人人莫徘徊，气魄是坚强的一代，这一接踵来，是一个神圣大时代。历经多少阻碍，总能拔头抬，时代考验着我们这一代。在人生中莫怕失败，看我们伟大精神，一生大海万难排开，只个人死生独往，创造光荣这一代。为了下一代，人人莫徘徊，气魄是坚强的一代。